么多好东西，没有你看上的吗？这些家伙太有钱，我不能看上啥都买。下一件拍品，五色石。我要拍下这五色石。两万下品零食。啊，怎么样？四万下品零食。这是果然是为你，又不长眼，敢跟小爷争。五万下品零食。原来董少主对这个也有兴趣。南宫姐姐，你怎么和李红玲在一起？